12年前，你因为宝莲灯伤了天眼，从此你的元神就再也出不来了啊！瞎了，真瞎了！自从华山那一次后，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。你居然当了个捕手。你是墨二郎？我要找一个人，他偷了一件宝物。沉香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只要有了宝莲灯，就能劈开华山。我真的很想母亲。陈正，到底是谁？在下，眉山杨戬。